可以的，对，我刚那个有了二宝爸之称这样子，对。哇，刚刚哦提到了有了二宝爸，现在更加的忙碌了，对不对？对，其实刚刚就讲到说台湾已经销售有大概28座101的高中，我觉得我真的是爱好者之一，因为我自己除了原本厂商有送我一个之外，我另外自己有买了三个。因为我岳父岳母加一个，我爸妈加一个，我自己家有两个，对，所以我因为觉得这实在是太好用了，因为对我来说就是现在真的是外景太多，然后我真的是只要是放东西进去，然后就直接按一个键，我就可以出门了，对，然后就开始照顾我的木木啊，我的老婆这样，然后甚至我觉得最近我后来发现一个这个金小万很好用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很爱钓鱼。然后我就发现说，因为钓鱼的时候其实长时间在海上大概是12个小时之久，那所以我就有钓鱼的时候，我上次就竟然是拿了金小万，直接拿到船上去，然后就把那个现钓的鱼有没有，就直接现场就是直接弄，这些丢进去我就不管它了，然后就钓完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喝汤哦，真的很方便，这是我发现一个全新的功能这样，所以我自己家就有两个金小万。所以真的是超级方便的，你真的对我们金小万非常了解，超好用的，超好用，都已经这么了解，那我们等一下还需要老师来帮。老师，你可以先回家，没关系，对，交给我，因为我真的蛮了解，因为你的食谱我有在看，对。但是你知道，今天老师其实还会再带来一些秘方，想想学，很需要，对不对哦？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 Kate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刚刚有讲到，我们已经有分享了这个隐藏不住的喜悦，对不对？即将要升格为二宝爸哦。对，想问问看，你这一次在陪伴老婆从这个备孕到怀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是你有没有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特别的给老婆？就是很多的妈妈都会跟我分享说，就是第一个如果是天使宝宝的话，那怀第二个的话可能会折磨了你一下。所以现在老婆怀了第二个，虽然说中间经历过蛮多的挫折，但是毕竟现在就是真的拥有的时候就会格外的就爱护她嘛。但是就是我老婆现在这次怀第二个的时候，就是常常会孕吐，然后常常会不舒服，所以煮东西的这个功能就交给我身上。对，然后后来她发现就是她的胃口也变了。就特别爱吃甜食，对，所以刚刚那个就有讲到说红豆汤这个部分，对，我自己也真的蛮常在家里煮红豆汤给他吃，因为他现在就是甜的，就是吃的非常的多，然后等于说你几乎每一天都要准，就是说从早到晚都要准备甜食给他，对，所以我就等于说金小万是一个很好的小帮手。哦，所以你用这个金小万来煮红豆汤。对，红豆汤、鱼汤，然后甚至一些补品，然后甚至小到说是连那个我的儿子木木，他现在会吃一些副食品，我全部都用金小万。哦，所以连木木都可以享受到了。对，就是因为他现在副食品已经开始慢慢可以吃人的食物了，然后我就想说用那个金小万的话，他等于是说他全部的那个营养都会发挥出来嘛。对，那所以煮鱼汤、鱼肉给他的时候是超级好方便的这样。哦，所以呢，刚刚有讲到，真的是从妈妈到木木，都可以一起来照顾到。没错。那在这个金小万的部分呢，你已经对他这么熟了，还有没有什么你想要有特别的诀窍可以告诉大家的呢？我觉得他的里面的诀窍，他除了他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双向的这个脉冲功能，跟他的一个就是 IH 双向加热功能，其实这个就让我真的觉得说是你一定要必备金小万的一个很好的好处之一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有用过其他牌子的这个压力锅，然后其实真的会觉得不太方便，对，因为这个后面就是我等一下可以提到说，因为其实中间它有时候我们因为食材的关系，有些要炖的比较久，有些要炖的比较快，它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用到中途要加料的部分嘛，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金小万就让我觉得可以就是中途加料，我觉得这个非常方便。而且我们金小万不只可以炖汤，对不对？它还有非常多各种料理方式都可以来使用，对不对？对，我还记得有哪些料理方式吗？哦，有，我跟你讲，蒸煮炖煮，蒸煮炖，然后煎炒烤，还有个卤，没有错。所以各种方式都可以来使用金小万来料理出来，对不对？对，因为其实我现在的兴趣就是钓鱼，然后还有露营嘛。那其实有时候我都会偷偷的，因为我有露营车，我就会把金小万藏在我的车子里面，然后就是比如说我要卤那个什么牛筋的时候，对，然后大家不是很忙在外面嘛，我其实就是全部丢到我的那个金小万里面，然后过了一会之后趁不住了，
没人注意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大家说哇，为什么你可以牛筋卤的这么好，然后卤的那么嫩这样？对，我就不会跟他们讲说我的那个配方在哪里。就是金小万是你的这个秘诀啦。对对对对对，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式。对，那我们也有讲到，我们炖汤的时候都可以炖得出非常美味的汤头，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刚刚已经有讲到了。对，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了嘛，就是刚刚那两个功能，对不对？就一个双向脉冲，对，跟一个这个 IH 双向加热功能。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就是要研究一下，就觉得哇。怎么可以那么神奇这样子？对，没有错哦。所以金小万真的哦，就是这个 Kit 的宠妻的神队友哦。真的。好，所以刚刚提到这两个功能，真的就是我们金小万的这个最大的特色、最厉害的地方了。就像刚刚大家提到的这个听到的双重脉冲科技，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它可以透过脉冲高压跟微压的这个阶段的转变，来让滚动的汤汁加速的来翻搅哦，它就可以释放出更多食材的营养素以及这个风味，可以让汤头更加的浓郁。那另外我们刚才讲到有一个叫做 IH 的双向加热，它是搭配了我们的专利火纹锅底部放射性火纹设计哦，它可以有效的提高这个热折射，强化热的传递，所以呢，加热就会变得更加的快速，在食材的这个加热方面也会更加的均匀哦，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的料理变得更加美味的方式哦。是哦，所以刚刚其实 Kit 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还有一些 paper 啦，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实战篇了。好。好，见面。三年前。对对对。哎，老师，你的声音。对，有点沙哑。我见你好了。OK， 三年前的时候，我记得你还刚结婚那时候，对不对？对，我那时候还没有小孩。然后现在已经变成快要做二宝爸，太厉害了。二宝爸真的是有点压力了。真的真的，但是我相信你这几年的厨艺已经非常有进步。算不敢说太厉害，但是有一定的实力。改天给我试试你的。可以可以，而且我们的鱼汤都是那种现钓起来的，然后再搭配这个小那个好用的万用锅。对，其实可以放在船上面。可以，有插电就可以了。有插电就可以了。它在摇来摇去的。对，就是基本上我们有时候停下来的时候是 OK 的。我真的好想试试看。可以，那今天就是换你先教我一些配方，对，我去就是卖弄一下。对，我刚才有听到你平常除了鱼汤以外，你可能也会煮一些基本的鸡汤啊、排骨汤啊给太太。对，没错，对不对？对。然后今天呢，我要带给你一个我们香港的，带给你一个港式的煲汤，是我们家私房的补铁。我最喜欢喝香港的煲汤。哦，铁质很重要。对，好，老师麻烦了。对，因为呢，像铁质啊，可以对。准备怀孕跟怀孕中的女生就非常有用的。对，因为铁质呢，它在我们怀孕的时候，就是我也曾经怀孕过嘛。怀孕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血球会有变化，然后它才可以补充。还有，你知道吗？我们在肚子里面的 baby 啊，它的氧气跟营养也是要铁质的帮助，就是从母体输送到 baby 的身体里面。没错，所以铁质是非常有用。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煮一个大补汤。是，对对对。好，没问题。因为今天早上我才带我老婆去那个妇产科，看了我的这个二宝，目前是非常健康的。现在是几个月？现在已经四五个月了。对，然后反正今天就是好好的跟老师学这道菜。好。然后回去就是好马上炖给他。好的。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有主要是有红豆跟牛肉，是。然后这个就是铁质的主要的来源。没错。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莲藕。莲藕没听过莲藕。对，平常是不是莲藕跟排骨对坐在一起？对。然后我今天就是因为牛肉有更多的铁质，是。所以我们就是把莲藕跟牛肉把它煮在一起。哦、还有红豆，你平常也是只是煮甜的，所以你这样一定有都红豆，对不对？我家。但是香港的那我们煲汤呢，常常会放一些豆子在里面，红豆、绿豆、黄豆、黑豆都是可以放。是。然后今天我就加了红豆在汤里面，你就可以试试看咸的红豆汤是如何的。哇，有没有特别？可以来试看看呢、欸。对对对。然后其他就是一些莲子啊，莲子啊，红枣啊，就是这个都是可以开胃的。好香哦。
所以刚才你说太太会孕吐，对，她现在会，然后可能有时候胃口不好，嗯，所以莲子都可以帮助她，就是脾胃会，这个更开胃的。好，老师，我等不起了，要不要马上来那个使用一下？今天你来煮哦，不是我来煮哦。你就告诉我放多少就对了，是不是？其实真的太简单，就直接放进去就好了。我有帮你的，那牛肝我已经跟你穿烫过了。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用金小关来穿烫的，你也知道，我们把水加在里面，然后加牛肉进去，再弄烤鸡模式就可以穿烫。对对对 对。那我们现在先放牛肉进去。好。然后呢，再加莲藕。老师，这样煮起来是大概是几人份的？几人份的？这个呢，大概六人份。我六人份。对。然后还有红豆，红豆不用泡吗？莲藕因为它会氧化，所以我们呢煮之前呢，这是切开之后就好，尽快要进去，就直接煮了。原本你就要先泡水 ，OK， 让它不要氧化。好，对对对 ，OK， 老师这个一样嘛，不用都不用浸泡，对不对？对，超厉害。最厉害就是不用浸泡，浸泡莲子也不用浸泡，对，什么都不用，就直接丢进去就好了。就其实清洗一下就可以丢进去。老师，你这样子很容易失业，会不会？因为到时候我们就全部东西都靠金小光就好了。请师傅给你们。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今天加了一个比较特别，叫这个什么？红啊。不是肉哦，我知道那个橘皮。对，这个是陈橘皮。香港的煲汤都很多会加橘陈皮。陈皮陈皮。陈皮呢是跟牛肉很搭的。哦，真的、哦，一点点就够了。如果你喝港式的红豆汤的时候，它一定会叫陈皮红豆沙，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也加进去，所以一片就够了，对，一小片就会很有香气。哦，好，它也是一个会开胃的材料来的。是，好，接着呢，我们材料全部丢进去以后，就加水就好了。好，你知道啊，水呢是加到我们锅子里面有一个 max 的位置，对对对对，那大概这一锅汤加1500cc 的水就刚刚好了。好。OK， 加满了，是，刚好，没有超过哈。然后我们就关起来，然后不可能按一个键就好了吧？就这样要上锁，不然的话我们的压力再又不上锁的话，那就怕那个会小朋友会危险。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就是插电之后，我们就按牛肉跟羊肉模式就好了。是，然后就开始炖煮。对。就 OK 了吗？就 OK， 然后我们就，因为等刚早上我已经煮好一锅，等一下就可以马上可以喝。哇，期待了。对，哇，所以我们的食材现在已经全部都进到锅子里面了，对不对？对，没错。好，那我们两位可以先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所以现在就是我会觉得说，只要是好好的对待他，他就会给你一些好脸色。哦，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最近他的情绪会有点不太稳定，对，但是他现在就是每天就给他甜点啊，每天就有点像在喂猪，哦，不是，喂老婆的那种方式在喂他，我觉得他最近心情特好，老婆心情好，大家都开心，对，对不对？没有错，对对对，所以呢，像这一锅这样子煮下去，我刚刚看了一下，也是非常的惊讶，我们的步骤是不是也太简单了？对，基本上是。扫下去就好了。对呀、啊，全部材料扫，全部都放进去，甚至连豆子、莲子这种平常这么难熟的东西都不用泡，不用前一晚浸泡。对，而且我真的就是从前年我真的认识了他之后，我这几年我真的觉得都是非常的轻松，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说，其实我有加入很多 FB 的社团，其实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食谱，然后几乎哦有一半以上的这个食谱全部都是丢进去之后一键按下去就 OK。所以食谱以后就只要写我要准备哪些材料就好了，对不对？对，而且呢，它用的时间比我们传统煲汤更短一半以上。对，所以料理味道呢会更好喝。哦，所以我们整个料理过程都变得非常的简单又简化，真的很符合现代人就非常忙碌的生活。对对对。对，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啊，除了可以提升效率，还有呢，我们刚刚也知道可以这个营养萃取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功能是你觉得非常实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没错，我刚刚提到了一下，就是它其实这个金小罐呢，它可以中途加料。对，因为中途加料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小孩他的这个东西有时候会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有时候小朋友不能吃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就先不加，等到我们中间 OK 的时候，我们就先把它捞起来嘛。然后接下来加一些爸爸妈妈可以吃的，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除了中途加热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那叫做收支入味，对，因为他收支入味就是他等于是用一般的大火去把它开大火之后，然后开始收，把那些酱汁全部收在那个食物里面，更浓稠。我真的没有想到万用锅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尤其是有胶原蛋白的食材的时候，哇，它真的是黏黏稠稠的，对，吃起来那个嘴巴会黏起来的。这个香港菜超多，对不对？就是很多都是要直接收汁大火这样子。但是台湾的卤猪脚也是哇。真的煮起来真的超、哦！我最近煮了那个花生炖猪脚，我老婆也是觉得还不错吃。哇！对，讲着讲着，大家口水都快要滴下来。真的耶！哦，所以呢，哎，我们刚刚煮了这一锅这个牛腱汤，对不对？对，红豆莲藕牛腱汤哦。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也已经事前。完成了这一锅汤品，没错。那接下来就要请 Kid 来品尝一下哦。我们金小乐刚刚他已经在后台努力的工作，都不需要搭顾火、哦。好，那我们就请老师来开锅一下喽。老师来喽，我们要来按下去，那个烟就真的冒出来了哦。开锅。哦。哇，香味已经飘出来了。好扯哦。对。好香哦，很浓非常浓稠，对不对？哎，老师，你中间都没有加一些盐巴这些东西吗？我有加半茶匙盐巴而已。半茶匙，其实不加盐巴也可以的。很多人就说你他其实小猫煮出的汤已经非常甜了，对，不需要，就是盐巴只是在引出它的甜味而已。哇，老师，我真的受不了，盐巴很浓，我可以现场盛一碗吗？我来帮你。好。好，来，我们的这个四只的汤碗呢，我们可以盛一点汤。哇塞！哇，大家现在已经开始饿了，对不对？不可能有人在记者会上面直接喝东西吃东西吧？哎，我们今天就让你先来试吃。好，那我就真的是不好意思了。好，来，我们来先喝喝看这个利用金小碗煲出来的汤头如何呢？不要，我要讲口感。哦，口感如何？对不对？汤头哦，老师有盛出来，这个透明碗看得出来很浓稠的汤头。老师完全有把那个他你刚刚说的铁质啊那些味道，感觉都在这个汤里面的。红豆汤的味道是。对，然后你也吃到莲藕，莲藕排骨，它今天变成莲藕牛腱汤。我真的受不了，我要再喝一口。哦，喝一口，然后顺便吃吃看里面的食材。像牛肉啊、莲藕等等，我停不下来，现在停不下来。因为其实现在木现在是一岁半个月嘛，对，一岁又六个月，然后现在他这个其实基本上也可以喝了，对，所以基本上等于是我也可以喝，老婆也可以喝，小孩也可以喝，所以其实老师现在煮这道菜我真的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觉得我会去。马上就要试一下，全家都可以喝。因为你有手的话，可以试试那牛腱，会不会？老师，我有手，够软嫩。好，看看牛腱有没有软嫩，而且也不会太烂。我跟你讲，牛肉就是要炖的软嫩，而不能软烂。对对，因为软烂的话会没那么好吃，就是直接碎掉了。但是这个牛肉呢，炖的非常的软嫩，然后我要吃一下它的莲藕。好，试试看。松软，好吃好吃，非常好吃，100分。我们平常的压力锅，它只会把食材弄得很烂。对。莲藕烂，牛肉也烂，对，然后吃起来就没有口感。对，我曾经煮过就是那种。真的以为就是煮越久越好，因为我以前的观念就是煲汤嘛，就是越煲越久越好。但不行，就是到最后这肉也都碎掉了，都跟那个汤糊在一起了。然后那个莲藕啊，或是我们以前会煮那个芋头啊，全部都这样散在里面，就不知道在喝什么东西。那这个可以，这可以，真的。哦，所以哦，刚刚讲到了，我们今天这个金小碗煮出来的这一锅汤真的是太赞了，100分，而且全家都可以一起来享用，是铁质大补汤，真的耶！所以哦，我们这个飞利浦真的是用金来款待大家哦，真的是从这个营养美味一直到这个效率。
全方面的都兼备了，对不对哦？而且呢，不止照顾妈妈，也照顾全家人。然后呢，是从这是各个年龄阶段全部都照顾到了。所以真的就像刚刚前面 Judy 讲到的，小万在家营养到家，对不 对？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哦，刚刚看到了这个我们 Kid 有这么精彩的分享，还有我们老师带给我们这个食谱哦。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把这个我们整个汤品都煮好，在现场都试吃到了，对不对？那也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哦，谢谢。好，这里。OK， 来，我们再看一下右边。好，来，来中间，好，中间再看一下哦。好，来下面这边。好，来下面再看一下。哎，对，我们如果有还需要补充镜头的，可以举个手。好，我们的这个右边右前方。好，好，中间下面。好，中间下面再看一下。好。来，还有没有哪边需要补充镜头的？后面。哦，后面这边，中间再看一下。站票区。哈哈哈哈哈哈。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左边。左边的媒体朋友。好，那再看一下右边。记得中间下方。好，中间下面。中间站票的中间，好，中间的上面哦，站票。好，来，还有没有哪边我们可以举个手？好，来，在左边。就在这边。好，中间也还在需要补一下。好，这台。好，那我们的右边，对，右边的前面。好，一样哦，我们像看一下中间，看一下这边，好，来中间，好，中间先拍哈，好，中间下面看一下，好，来，好，那我们看一下左边，好，左边看一下，来中间，好，中间，然后我们再到右边。好，那我们再回到中间再看一下哦。好，中间上面我们的官方摄影师再看一下。好，来，还有没有哪位还需要补充？好，中间的下面。好，如果还需要的话，可以再举个手。好，左边。好，来，还有没有人还需要补充？来，中间再看一下。